带着我的艾拉秀来到了娱乐百分百耶！女神女神，那因为艾拉秀已经快要演出了嘛，对，心情怎么样？现在还蛮放松的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前阵子有一个整排，就是从头到尾走过了，嗯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很顺的了。然后我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，对，然后我想说好，那就先这样，因为我不想要再逼把自己逼得那么紧，因为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我除了要排练，我还要每天健身啊。你还要每天健身？我饮食控制的多好，你们猜我吃什么？水煮吗？不会是水，就是水。三餐吗？三餐吗？三餐吗？没有，我偶尔六日会有 happy day， 但是因为我平常运动量很够，然后我平常吃的话就吃鸡胸肉。吃鸡胸肉通常吃太久会长痘痘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吃鸡胸吃太多的话，我背会长痘痘。我超吃鸡胸肉。你最爱的不是常多吃一点。因为、就是欸、你这样一讲，我真的发现我最近很容易长痘痘哎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是健身教练告诉我的。哦，是这样哦。所以你是健身达人哦。怎么看不出来？硬要点头，不是？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看不出来？没有，就跟一些健身教练蛮密切有。我背怎么长那么多痘痘？他说不能很密集的吃。为什么他会看到你的背啊？对啊，就一起洗澡啊。哎、欸，上开玩笑，还好啦，没有啦，感情很好啦。对啦，我们也会一起洗澡嘛，这样。哎、欸，那你现在对裸露还有憧憬吗？我从来应该已经过了吧？对，我其实不会介意裸露，不介意，但是可能别人会介意。好替大家着想，不是因为别人不见得想看啊。重点是我就是很扁平，就是露下来也不好看。扁平，对啊，你不扁平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可以跑飞机，你知道吗？欸、真的、欸，在跑、欸，咻，过去了。而且我已经是人妻了，不会有人对我这种遐想啦。还是有些人对人妻会幻想。你会？不是，我说你会。那我下次给你看我哺乳的照片，要不要？你要形容一下哺乳的照片。你那时候胸部胀到我的胸部啊，两大颗，真的很像橄榄球。然后我就喂静宝喝奶啊，静宝的头就跟小椰子一样。小孩的房间什么的，哎，我不是来介绍艾拉秀吗？哎，怎么没有？我刚才拉回来，对，我来介绍。我打算你这个讲完，我马上拉回来，马上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自己讲一讲，实在怎么聊起这个东西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想一下艾拉秀的诞生。艾拉秀，我们想要做一场很独一无二的秀，而且是只有我能做，无可取代的。然后我希望借由我的一些表演，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设计，让来看秀的人得到快乐，然后或者得到一些安慰，得到一些启发，这样子。那这所有部分，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其实最难就是内容。这个内容你是有参与讨论的吗？有很多，那里面很多都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，而且很多都是我想跟大家说的话。你有曾经想说，好了，就算了，就放弃，少一两个不行，因为你少一两个，你就觉得这节目就不丰富了，就可惜了。可是你说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？你当然会有想放弃的时候啊。可是难的就是你要去把它做完，而且你会觉得你有一个责任，你要对身边的人负责。因为我们已经签约了，哦，原来是合约的问题，其实是怕赔钱，对啦，也不是啦，其实没有。如果真的要商量的话，你真的要停也可以。可是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而且很多人都已经陪着我们一起努力了，像我们的舞者，我们的导演，我们的乐手，所有的歌，一切都到位了，所以就剩你了，陈嘉桦，就这样。那艾拉秀完之后，你有没有最想做的事情？譬如说，你有没有想要赶快生个第二胎、啊？我要切脂肪瘤。你要切脂肪瘤？对，真的假的？我就是要去切它。那除了这是会想再生第二胎？对啊，想再做人嘛。切完脂肪瘤之后，其实前阵子有这个念头哎。哦。因为我觉得我儿子实在太可爱了，可爱到就好想要再生一个这样子。但是就看你们姐夫愿不愿意过久。哎、欸，那我好奇，因为很多人说，比如说在表演之前都会禁欲这件事情，你有执行这个吗？我当然不要禁欲啊！有欲啊！有欲啊！有发泄。禁欲啊！而且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我还要忍哦，我忍什么忍？我结婚就是要解放我的欲望，为什么要禁欲啊？我不知道啊，知道可能怕在台上腿软吧，在台上不小心分泌，好太多太多太多。现在年轻人尺度真的是大到，我觉得老人家有点招架不住。最后再让你好好宣传，但是在宣传之前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一系列的挑战，没错，真的好啊。如果你赢了，
你就可以后面宣传三十秒。我还以为我赢了，我就可以对你们怎么样？没有。但如果你输了，我们可以对你怎么样？真假的？你输的话，我想学来骂怎么样我？快点！你输的话，你要想办法尽量瞧让我们两个当你演唱会的嘉宾。好，我一定会赢。今天你比较衰一点，因为是你要来 PK 我们两个。好，一比二就对了。对，一比二，一比二。好，没关系啊。我的岁数是刚好你们两个加起来啊 ，OK 啊，我也算两个人的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来第一题，请出题。就非常激希望永远不灭。晚安了，亲爱的自己。哎呦，送分呢、欸？送分送分，还是解辣椒？第二题。这是变闷。都几岁了？恭喜答对了。对啊，就才两拍，我怎么听？为什么魔法大会？对，很慢，你这样魔法大会，魔法唱完，你要用那个速度唱，这很慢。都几岁了，还一样唱不到，情绪超快了。第三题，又是魔法大会，我知道，两拍你就知道了，啰里吧嗦啊，哎，错错错。那么多好人劝我骂我念我坏坏坏坏到没人爱跟自爱。这首歌比较快歌，不是，而且一旦速度变慢，你的 key 会变很低。对，所以我刚刚也不小心 key 一个变很低。我赢了。对啊，三题了耶。那后面就不用玩了，直接获胜了。要运动加精神玩完吗？玩呢。好，我们要答对一题，请出题。我知道了。哈？跟一个动物有关。跟动物有关。跟动物有关。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。鸡鸡鸭鸭鸭鸡鸡鸭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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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人生不能没有副歌。人生不能没有副歌，很难的那种。很难，那你要唱出来。要不要再唱一次？你要唱出来，你才会赢啊！哎呀，好，来，我可以，我不行。舔了我穿什么东西？跑下去又担心，脑袋剧场没有结局，台上没看到，但是又害怕再走，人生还没有准备好。是啦。就我想一起去什么？想听快速版的呱呱呱。很活泼哎，你好，你真的好会刮那个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哎，那个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很难刮哎。你后来是看唐老鸭学出这个声音的？没有，他说他后来是看曾志伟大哥。我就模仿曾志伟。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曾志伟大哥他的声音比较像米老鼠。对对对，大家好，我是米老鼠，我是曾志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绮歪。好有才华，恭喜我们陈绮歪。最后一题。再唱吧，这是变快的。新亚成，新亚成，新亚成。来来，我们要直接唱了吗？好，你俩唱。可是它是快版的。谁赢了？谁赢了？没有爱我不了了，我没有那么快了。我怎么快也快气的？变快 key 都比较好。你有更好的诠释方法吗？好难了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好啦，第一关是 Ella 获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玩第二关了。好。来，彩木，请出题。停。一个注解哦。哇塞！啊！你好尴尬，我真的。
我都差点想不到了。啊，好烂啊！我零分，好，好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有输。好，彩木请出题。我现在也好抓哦，这游戏也太难了。停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是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面对面对。哇塞，跟石头一样大的耶！哎、欸，我这可以耶，有人笑我围了围了，可以这个一分过关。哎、欸，好难啊！哎、好呀，你好尴尬、哦，不要跑了，好，停。好难啊！我想想，这个当时的 pose， 好难，快来吃我吧。哎、欸，有笑，哎、欸，是要场外笑还是我们两个笑？我真的没笑，你刚刚有笑吗？好了，那我就零分。这你刚好笑，好来来换我换我换我。停，也太粗了吧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这样子，真好玩。啊，天啊，压力好大，我压力好大，停。啊，你看了，我想一下，看你看，一会儿把你吃了。观众脸超膨胀，你要你想要你想要有一个 idea 吗？我想一下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什么东西、啊？这可以啊？没有，这就会剪掉啊？怎么办？我要讲的，这很难啊！啊，我知道，不要说，可是。蛮性讲，因为你们口味很重，讲就很好笑。再讲个可以播的。好，我来讲了哦。没错，这就是你弟弟。什么意思？你说鱼的弟弟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他吃到他的弟弟了啦。对，我在吃握寿司。合家观赏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这个压力好大哦。这游戏史上最难呢。很难。这个是太好了 ，peace。但目前算下来 ，Ella 还是比较高分啊。对对对，略胜一筹。好，目前我们还不用去你的艾拉秀应当嘉宾。哦，你是有很害怕这个厨房？对啊，其实不会啦。如果你们来的话，应该会很好玩。只是会有点留档期。不是，会有点，会有点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因为你们太难控制了，怕下不了台，真的不会下去。对，好，进行最后一关。好，你演给我看。开始。几个字？五个字。我怀孕了。怀孕。跳舞。Ella 怀孕。进宝。进宝。进宝想尿尿。好。超强哎。九个字。难呢。后面四个字，后面四个字，后面四个字。地上，踩滑倒，滑倒了。香蕉皮踩到上面，走到，香蕉皮滑倒了。汪！狗狗有狗狗。狗狗大便。踩到狗大便。狗大便。踩到狗大便。狗吃屎。摔狗吃屎。摔了狗吃屎。上面的。我刚刚。性感女骚货，骚货勾引别人，不小心摔到口吃屎，算可以，算可以，算可以，好，该我了，你好，天哪，好难哦，超级难，哦，很容易，五个字，狗狗，你，狗狗，进宝，你的小孩，狗狗，你小时候，你 ，Ella， 你的小孩，你的小孩像狗狗 ，Ella 狗狗，你的狗狗。你的狗狗，我的狗狗叫什么？我的狗狗叫什么？等一下，吃东西，吃好吃好吃美味美食 ，Yummy， 你的狗狗叫 Yummy 对不对 ？Delicious， 摇，好失礼哦。罐头。罐头，打开罐头，罐头啊，微波炉，爆米花，再一次，好吃，很酸，很酸，好吃，美味，好吃，好好吃哦。你要不要换一瓶？好，换一瓶。我等一下，分手了。阿梅，七个字，游泳，尿急。游泳在游泳池里尿，对，游泳池尿尿。还有哦，七个字，
星星星星，狮吼，星星大星星，狮大星星，大星星吓到，大星星抓掉，六七姿势，睡觉，晕倒，大星星晕倒了，大星星被吓，大星星被砍头，大星星死了。大姐被吓死，吓死了，好难哦。好，九个字，好，为什么字那么多啊？最后三个字，最后三个字，最后摔倒，滑倒，滑倒，扭到，拐到，拐到了，拐到，拐到脚，拐到脚，歌手在演唱会舞台上拐到脚，什么意思？他刚上台什么？上台领奖的时候拐到脚。得金曲奖的时候拐到脚，怎么那么好玩？结束了，好好玩哦，很好，超好玩，超好玩的，很好玩。天哪，我们答对几题？你们要五题，过关，过关了。谢。我刚刚那几题，你刚刚那题到底是什么？你刚刚那个什么 yummy？ 你看，打开来。然后舔一下，然后把它倒过来，然后它是端腰端腰的果冻，另外一种布丁，对，哦，布丁怎么了这样？布丁偷觉得不好吃，布丁吃到坏掉的食物，肚子不舒服，他讲布丁想大便，想吃食物，布丁想吃饭，布丁想偷，布丁想吃饭，但肚子痛。布丁吃肚子痛，布丁想吃饭，但吃坏肚子。五个字而已。布丁肚子饿。对。好感人哦！这跑到太远的地方了吧？好啦，今天我们的游戏约 Ella 全部赢了，所以最后可以让你好好的宣传。这次的这个艾拉秀呢，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很特别，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面向的我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，看待你的人生。然后这次艾拉秀在11月14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，以及11月15号礼拜天下午4点，地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购票请洽拓元售票系统。哇！今天跟 Ella 玩得太开心了，真的很好玩。相信艾拉秀一定比刚闹10倍、100倍，一定更加精彩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。欢迎你们来艾拉秀，谢谢。